个翻翻天王，几年另类梦一场。曾经你说是向往，不过是先行过往。这另类何时能重返？现在重生了不算晚。等到彻底没人喊，我的丧尸为什么才悲惨啊？谁还记得2015年这另类袭击了城中原？金秀老人满山田野，我的恩师爱徒上阵前。还念当年的信仰是全民呐喊的过往，还念当年的压嗓，我的另类热血嘛心流淌啊！谁还记得辉煌时啊？日夜呐喊的值不值？如今平凡的还不是这另类文化的中心时啊！另类一直有人爱着信仰，它不可击败，并不是为了早存在，是希望别消失太快。现如今的另类热门不是骂人就挖坟，正月的过节有几人你得非要断绝吗？另类魂不遭另类被玩坏，写脏词你的更失败，这另类本是了万人爱，是不羁万物都存在。我好想回到曾经啊，那时的我还年轻，是那块的永恒的初心，它伴随我到如今啊。那年的我才14，还没有雄心壮志，这另类喊了一次就开始提笔的刻字。这印象不算太稳，那词也不算太狠，我原本只想安稳，到后来发现我蠢。这个圈子混乱，欺骗已经成习惯，这另类前辈只能感叹也成了一种遗憾。我记得我的故事和我曾发下的誓，我说雄鹰定要展示，但我的出山之日，我来自蛮王。